一直好想出一张福音专辑嘅卫兰，同音乐人冯汉铭以及苏道哲用咗半年嘅时间，终于完成梦想。Janice 就表示好满足同好开心，都系一个我一路好渴望去做嘅一件事嚟嘅。咁因为即系我嘅信仰对于我嚟讲好重要，同埋喺里边我其实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好多嘢，咁所以就。就係我之前聽過蘇導節講咧，話即係呢一隻碟咧都經歷咗好多甜酸苦辣啦，係咪都回味都係足足回味咗二三十年咁啊？係咪真係咁誇張？其實係真係有嘅，因為成隻碟實在太多內容我哋要處理，同埋有太多方向可以做，因為佢哋咁叻咁，所以係真係有好多嘢係值得回味嘅成件事。但係 Alex 覺得咧，大家聽多幾次啊？冇啦。本身唔识写中文，广东话又唔叻嘅 Janice 喺歌词方面都主动俾咗唔少意见。非常重视今次专辑嘅佢，仲开咗个入行15年嚟嘅首次试听会，同粉丝近距离分享同交流意见。三位最近都有出席一个新碟嘅优先场啦，咁我见到反应好好啊，系咪都觉得好窝心、好感恩咧？非常之感恩咯，系啊，我都未试过，即系之前啲碟都未试过有呢个试听会，咁同埋可以即系大家同大家分享少少关于即系成个制作嘅过程，我觉得即系。好感恩咯，即系而家，尤其是而家都好难出碟啦，咁都可以出，咁即系咯，感恩。会唔会都想即系嚟紧类似咧，搞多啲呢一类嘅活动，可以同大家近距离分享啲音乐啊、创作理念啊咁样？会啊，好想同即系。有唱片公司協助啦，跟住我哋就去多啲唔同嘅學校啊、教會啊、even 任何地方，同最多嘅人去分享呢份我都相信嘅大愛，越多人越開心。嚟緊 Janice 又會同妹妹慧思等人一齊開音樂會，透過歌曲去帶出希望同正能量。